现在就点，请，想吃什么随便点，不必拘礼，千万不必拘礼。服务员点菜，请问二位可以点餐吗？嗯。要一份牛排，再拿一份鹅肝蜗牛，拿一份，再拿一份沙拉就行。哎，给他也菜的。 我点的都是我比较喜欢吃的，你可以点一些你比较喜欢吃的。不用了，你点这么多，我吃不了。我想啊，我吃你点的就行。嗯，行，那就我刚刚点的那些一样都拿两份好了。好，那。 一共消费了1180，其中包括50%的服务费。挺便宜的啊！哎呀，这家餐厅啊，环境可真不错。哎，你们这生意也挺好的吧？嗯，是，谢谢，先生。 一共是1180，请先付下账。先生，请下满下单。这样吧，服务员，我们呢还要再点一些菜，等都点完了之后一块结，好不好？一块结啊。菜单就放这儿吧。嗯，好。 我是这么想的啊，咱们今天既然要吃，就一定要吃好。嗯，今儿个我请客，随随便便。那我可点了。服务员，来。先生，你们这儿的特色菜和招牌菜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最新特色菜，招牌。就这道菜。 这道菜行吗？我看行。好，那就这道菜。好，快点啊！好的。 真好呀，这我刚刚在这儿的时候，您怎么没怎么吃呢？不好意思呀，没关系的，你跟我有什么好客气啊？哎，这些东西吃不了的话，你就打包带走。我先去刷卡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个，你看，你那边还剩这么多东西，这个，哎，打包好。 这吃不完，咱可以带回家吃。那是。这在家里呢，吃不完，咱还可以带到单位送给同事。再好不过了。哎，我觉得这家餐厅啊，味道做的的确不错。No.1。哎，那个，对了，要不然，咱把这些东西拿回家，那个给你妈尝尝。不，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你打包，你带走。哎，那个服务员。 打包，服务员，打包。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，他来买单啊。好的，你慢走。
先生，您一共消费了2080，请问您是刷卡还是付现金？不是，我刚才那朋友不是过去结账去了吗？那位小姐说有急事先走了，说您结账。不会吧，他有什么急事啊？啊，说好了他结账的，你不再说了，他包还放那儿呢。先生，这个我不太清楚，那位小姐说您结账。那个我出去找他去。先生，您结下账好吗？不是怎么回事啊，你还不让我走，限制我人身自由。你们都看看啊，这是一家黑店啊，吃完了一次还叫上结两次账的，这有你们这么着的吗？你们经理在哪儿了啊？经理谁？哥们儿，你消停会儿，这些菜大部分都是你吃的，我们可在边上看得清清楚楚啊。你还想打包，你让你交完钱你就不乐意了。我说我不结账了吗？你别跟着起哄啊，你们都。哥们儿，告诉你，要想在女人面前摆谱，你就不能怕割肉。你说你害不害臊？你什么？别跟着起哄啊！该吃吃，这是你们的。不是我，我没吃完呢，我吃完我再结账，行不行啊，小姐啊？那样，哗哗狼吞虎咽的眼睛，透露着这种贪婪。对，你怎么说就是贪婪，真是像多少天都没吃着过饭了似的，就指着这个香精混饭吃呢。我的妈呀，这种人啊，头一次见着，真是。我是有多么幸运。完了，你跟我说说你怎么逃脱的？我是逃了两次。第一次的时候呢，我说我要去上厕所，噌的一下就窜上了。你要干嘛去？我说没事，你别紧张。我说我就去上个厕所，你看我包还在这儿，我就晃了一下，你知道吗？等到第二次可就动真格了，我这一看还在这狼吞虎咽吃呢。我说我先去刷卡了啊，先生。好，包啪一拿，转身我就走了。打电话，不打电话，不打电话，打电话，打电话，打电话。很有经验呐，少来这套。最亏我惹事儿，你还在这笑，不能再有第二次了，知道吗？又来了，喂 ，Hello 啊，小西西 ，What are you doing now？ 干嘛呢？忙着呢，干嘛呢？嗨，你怎么还对我心存芥蒂啊？我这不是想随便跟你聊聊吗？干嘛呀？一盆凉水泼得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。哟，还想跟我聊天，门都没有啊！别在这心存幻想。就算我对你心存妄想，那我也会暂时按兵不动的。说什么事儿？赶紧的。哎，美女，你最近有没有关心咱们家涛子？我觉得他有点不正常。特别的不正常。这要不我带你们去看看他吧。啊，行啊。同意了。神马？神马？神马都是浮云。我操这心了，还能怎么着啊？真是！开门，肯定在里面。啊，涛子，开门！杨先生，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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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奶奶，小姑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来看你，我们怎么来了？快快快！看我干什么？我有什么好看的呀？奶奶特意过来的。你开个门怎么那么费劲？哎呦，这孩子。可真不是的，这什么呀，印的！自从得了精神病，整个人都精神多了。不，这什么乱七八糟！羊谁给你买的？奶奶，钱谁给你送？小姑，等。行了，各位债主子们，你们现在人也看了，是不是？我得好好工作了，只有我好好工作了，我才能卖钱，卖钱才能还给你们，还给你们才能行啊，是不是？叫谁债主呢？叫谁债主呢？你才是我们的债主呢，是妈妈？是。二位老佛爷，里面请。坐会儿吧。可。哎，要安静，不能耽误我工作，好吧？好，去工作啊。打量着。哎呦，这孩子。那我给你买倒杯水。你臭是吧？哎！我来保护你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什么东西陷害呀你？不是奶奶，我就说了，你们在这安静好吗？我要工作。安静，阿姨喝水呢。奶奶，小西西，过去，姨。
啊！哎呀，我说你们就别在这捣乱了，好不好？你们也看见我了。你们也看见我了，我挺好的。哎，涛子，你这个颜色不对啊！啊？嗯，原来要浅了一点，你看，是不是浅了点？是吧？妈，您来就来吧，还买什么菜呀？我们菜钱有，您别老花自己的钱，真是。心意哪那么多事儿？顺路。妈，我跟您说啊，你涛那个事儿，您别操心了。哎呀，能不操心吗？妈，您坐这儿。哎，啊，坐这儿。哎，这儿别晒着，别晒着，别晒着。哎，来，您坐这儿。哎，哎，妈，您打算住几天啊？哎呀，我住不了几天，我就得回老四那儿去。我也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那个好好准备准备。秦夏沫又来了。明摆着就是三比二，行了，我回去歇着。